一个人我们刚刚说眼神很重要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面相是看他的眼睛目前的状况，可以看出他目前的气。眼神呢、啊，像眼球，有些人他是所谓的三白眼，最近也蛮流行的哦。三白眼、啊、有一个进阶版的，有一个进阶版叫四白。我还没真没见过四白眼的人，我是见过三白眼。三白眼是你们去观察，有一些那种变态狂、色情狂，包含那个杀人凶手，其实都是凸眼。我们都说透把它磨紧，原因就是这样来的。凸眼无情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件事，相不单论，就是说你要符合，而且眼睛也有哦，鼻子又很大，然后又嘴唇薄。哦、那像这个又代表有这个四白、三白，甚至有这个凸眼，整个加起来啊，你符合越多项的恐怖情人，大家就要判断小心。这位会观天象又长达13年的控制狂有哪些特质？是，完这13年来平平安安的、啊，哎呀吧，鼻子啊真的是很明显的大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在他的这个。这个整个比例来说，第二个它鼻子有个特色哦，它从侧面看，它的三根是有点偏塌一点的，但是这边比较塌的话，通常是带有没自信哦，所以说啊，一正一负啊、就抵消掉了，变成说它会透由它想要控制来弥补它的没自信，因为他这个人很矛盾的，真的，就他的行为来自于他没安全感，对，这一块蛮明显的。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没有安全感，就是他没有在我眼皮底下做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。哎，老师是这个意思。你要试着相信别人，帮老师解释。老师的思路，对，他用眼神一直在讲，好好说。我知道那个意思啊，老师。对，你刚说的，对。除了鼻子之外，他这个眉毛，这眉毛他也是很浓的。是啊，你有断眉吗？因为我好像这边看有一些断。这里尾巴打棒球有没有？同学都要接那个高飞球，我接，结果 lost 掉了，直接打到头，有点受伤。我那次就没有控制好。这个断眉来讲啊，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检查一下。通常眉毛代表我们的兄弟宫，同时它也代表我们的一个贵人的运势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像现在很流行，就是尤其很多韩星，他们在做造型的时候都会故意弄断眉，对，断一下这样。两节都有的，对对对。为什么要弄？就是会把那个眉毛中间割一条线呐、啊，一个线，割开这样子啊。用割的，它造型啊，对，就这边这样子会割。那你觉得老师是会觉得不好吗？这是不好的啊，贵人运断掉了怎么会？哦，对啊，没关系，造型，偶尔没问题。那你如果是常年以来都长这样，建议还是把它补起来。哦，我有补，哎，对，因为我这样看还是补不够。现在那种秀眉都很方便，对，秀眉。补一点，不够深，补一点。对，它的这个毛发很旺盛，对不对？是，看眉毛也浓，胡子哇也都很白，对，好羡慕啊。对，这个其实从科学角度就可以判断啊，这个荷尔蒙特别的强，旺盛，对，特别对啊，那一个人荷尔蒙旺盛，通常都会。通常为什么有狮子王那只？那配音超好。通常荷尔蒙旺盛的人都希望有发泄的管道，所以一个人很多的体毛其实也是荷尔蒙旺盛，他会想要有发泄，所以一般都健康的就是运动嘛。对对对。那因为又加上 Sakinu 这个他的这个眼袋就是卧蚕的地方。对，当然因为看起来是因为你的皮肤比较健康色。是。对，如果说又比较国际。对对，如果又偏暗沉的话，就代表说我晚上都在忙这件事情。哦，哎，还好我是亮的哦，我没有到暗沉哦。对，然后杜丽那个好暗哦，直接亮。其实说到亮，可以补充一下，人要有三亮，大家都可以看自己啊，第一亮，额头亮，印堂这一块要亮，第二亮，眼神要亮，第三亮就是鼻准头要亮。一个人的运势我们在看，所以你气色好或不好，你可以自己看。然后最后就是 Sakinu 的这个耳珠，耳珠，对，耳珠，大家都有自己的耳珠，可以捏捏看。就很福气呀，是浑圆饱满。那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，说你有没有穿耳洞？有，左边。啊，左边穿掉了。那所以呢？哦，穿福气没了，穿掉了什么意思？福气没了。对，一颗跟一片不一样。一片是扁扁的，握起来没肉，是蛮明显。一颗是有点凸，微凸的，微凸的，对，这种穿掉就比较可惜。你就把你的福气穿了一个洞，那不就是福气在漏气吗？啊，怎么补？你今天就补不了，因为没戴耳环。控制狂分数，这也是很高分啊，100分。光是这个鼻子，还有这个，你看他旺盛的毛发，他身上这些标签，我完全没想要走过去拔掉。你想要拔掉吗？有吗？我可以再多贴一点。
你还要抽红包啊？OK， 比如说对，是不是恐怖情人之类都可以贴一下？如果他鼻子啊这个三根又更突出的话，哇，你可能要到100分的。哎呦，80分啊！80分也是，还有进步空间，还有进步空间。还我哎、欸，我这还要进步啊！所以其实你要谢谢你太太，还有你的小朋友，是他们都愿意被你控制。啊，这13年平平安安的、啊、哇，是不是？恐怖情人哦，他也会有面相上面的，可以看得出来吗？一个人，我们刚刚说眼神很重要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面相是看他的眼睛目前的状况、可以看出他目前的气，眼神呢、啊？像眼球，有些人他是所谓的三白眼，最近也蛮流行的哦。三白眼、啊、有一个进阶版的，有一个进阶版叫四白。我还没真没见过四白眼的人，我是见过三白眼。三白眼是、我们这样看眼睛，你就两白而已。对哦，所谓三白就可能是这样子，我这样三白、哦，然后四白是你都可以看到白白的，就眼黑色黑眼珠的地方很小，很小这样。对，没错，三白现在也蛮常见，但是9:1啦，9:1就是说只有一个会比较恐怖啦。一般来讲，三白眼的优势是他做事比较会折善固执，他不会轻易放弃他想达成的目标，这是好的。所以说我们来去想嘛，三白又变四白，他就是 update， 他提升了，提升他这一块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再加上凸眼的，有些人我们从侧面看，甚至你从正面一看，你就发现他的眼睛、眼球、瞳孔比较突出，有点金鱼眼的那种，超过他的眼皮了。哎呦，是是，这它也叫做。像我周遭有那种朋友，就是近视眼镜戴很久，就是会眼突啊，自然眼就突眼，对，因为戴眼镜戴久了。是，那就是科这个没办法，我们人体的构造、它不是天生的。对，但有些人他是天生，你们去观察有一些那种变态狂、色情狂，包含那个杀人凶手，其实都是突眼。我们都说透白啊，无情。原因就是这样来的，突眼无情。对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件事，相不单论，就是说你要符合，哎呀，眼睛也有，哦，鼻子又很大，然后又嘴唇薄，哦，那像这个又代表有这个四白、三白，甚至有这个突眼，整个加起来啊，你符合越多项的恐怖情人，大家就要判断小心，因为他尤其是碰到我们待会要讲的议题叫做公主病，因为他被公主糟蹋了。不高兴，所以呢，我就慢慢的跟你耗，我就追你，你又不接受我，好啊，我就想尽办法讨好你。当我得到你之后啊，哇，你完蛋，第一个晚上就帮你抓起来毒打了，骑士的复仇，对，